节目开始说件事儿啊，一年之前呢，我们出了一本书是保卫爱情的，这次出的这本书呢是教大家如何来经营和捍卫自己的婚姻的。今天在节目里再给我们做一次推荐，一句话，好吧？希望大家可以没事情的时候翻一翻，爱情有问题的时候更要翻一翻，它是我们关于爱情、关于婚姻的宝典。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看过这本书之后呢，可以爱情甜蜜、幸福圆满。很多人都管我们叫情感专家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每一个人应该成为自己婚姻里的那个专家。那看了我们《爱情保卫战》这本书，你就有可能成为自己家庭幸福的专家。我们都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，但怎样才能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呢？看看这本书，也许你会学到很多。爱不仅仅是艺术，更是科学，爱是需要练习的。看这本书未必能够帮你追求幸福，但却可以帮你规避不幸。好了，这套书呢，现在在当当网、京东和淘宝的网站呢，都有卖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选购这本书。来。